为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嘛，我抱着一个心愿还没完成，就是想实现自己的 IT 创业梦。然后当时我就带了40000多块钱到南京来创业。现在刚开始是从一个公司作为学徒，学了一年之后，我跳槽，然后去了别的公司。刚开始是挺艰苦的，因为30000多块钱，那时候南京的房租都要大几百一个小，跟他们合租的一个6个人合租的一个小包间，那只能放下一张床的空间，然后卫生间都是共用的。然后坐车上班的话，要1个多小时坐公交车，然后坐了3-4年出来，然后我就自己单个。把它做下去，做好。然后他也赞助我2万，然后我第二年，经过我的努力，一年年收入已经有10几万了。然后这两年在平稳的发展中。越来越好了，不用哭。哎呀，每个创业者都这样的。这是你以为他们创业容易啊？幸福的眼泪。啊。真的，现在熬过来了。那他对你好不好啊？在生活当中照顾你吗？好，因为我那时候在外面买快餐，一天下来也不少钱，大概30-40块钱吃的话。他每天从坐了1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给我送饭。哎呦，那是多么幸福的一番场景。嗯。今天是谁的心愿？我的吧。你的是吧？来，上前一步，说出你的幸福心愿。我的幸福心愿是让我的小店生意做得越来越火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请回。对自己的小店有什么规划没有？我想在我们这样的群体招一些，懂计算机的人才，加入我们。我们来听听他们想怎么助力你的幸福心愿。我自己学校呢，明年有在全国4个城市开分校，肯定会用到。经济教育愿意帮助你们圆梦，也祝福你们两个越来越幸福。谢谢，谢谢老师。首先先祝你们生活越来越美满，越来越幸福。我能帮助的就是，我让我的学院在买计算机的时候
让他们跟你联系。谢谢老师。以前哈，我总是认为这个技术特别重要，因为我自己是医生嘛。等我们真正做起医院来以后吧，就发现经营比那技术还重要。我觉得你如果你要是自己是技术出身，经营这方面不是特别好的话呢，我建议你找一个懂经营的人。啊，我们梅尔慕医院呢也愿意购买你的设备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我觉得刚才几位老师说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向。那现在我们银朗文化、银朗科技和银朗体育三家公司呢，未来在明年都会有这个在发展的准备。那么未来我们在采购这个器材还有包括电子配件的时候呢，我们会首先联系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开心快乐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